这个可以带走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这个是不可以带走的。啊，这反复利用一下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是反复利用，我这不可以带走。这个是我们门店的餐具嘛，仿真的那种贝壳嘛，我们买回来是拿来装饰用了嘛，像类似陶瓷的那种。但是这个是我们门店的器皿，这块属于餐具类型的，不能带走了。那有了这种餐具，那我们肯定是高温消毒然后再给到客人用，就像是我们水杯一样，二次利用，不可能说用完了就直接丢掉了。他是新来的，可能是不太知道，是我们这边的兼职，周末兼职的客人，他也特别喜欢这个，我们的餐具也有卖过给客人，就按照成本价卖给客人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这个链接给他去买也都可以的。仿制的它不是真实的，有重复利用的。